好，没关系，不要打痛了啊，讲吧。好的，太长你好，是看看2011年吐的，还有脑瘤。这么小的孩子脑瘤。2000几几年啊？属兔子的、啊。对。他是从这个地方当中啊，一直在前面这个地方，他的上半部的脑子不好，不是后半部，是上半部的，听得懂吗？从这里到这里。积水哦，是这里。对，我看见有不少的水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小孩子啊，脑子这里我看见有一条黑的，他是不是动过手术？有动过三次手术。台长看到的就是红针的线，哎 ，X 光在这里呢，不要排队，也不要预约，也不要早上6个小时之前就不要喝水、不吃东西，马上就看。好了。你好好的念经吧，这个孩子有的念。那他身上有没有灵性？有啊，这个孩子我告诉你有2个小的灵性。你自己想想，你打过胎没有就知道。没有。你不要讲没有。我真的没有。我知道有没有流产过。没有。这身边身上有2个小孩子。因为有时候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自己不知道。我是先生的之前女朋友呢，流产过的。以前的女朋友也会的呀，看见了吧？而且先生以前的女朋友2个，对不对？2个，看见了吗？啊，好了，好了。小房子现在有的念了，先念108章，然后念礼佛大忏悔文5遍。好吧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说不定呢，过几年小孩子头就不会这样了，很快的。头很没有力，头没有力，是因为他的脑神经瘫痪，所有的指挥系统全部失灵，你明白吗？所以等到他脑神经恢复正常，他就可以指挥他的手和他的头、脖子、身体一切，明白吗？医生有建议说要化疗治疗，我也是没有去。你先在2个月当中先给他好好的念经，2个月当中如果开始动了，明显好转了，你可能就不要化疗了。如果化疗会伤他的脑神经，这个孩子我现在看他的脑子里面全是像烂烂的那种，烂烂的就是烂烂的，和因为水呀、长期泡着大脑，大脑会腐烂，听得懂吗？所以你赶紧啊，要把他脑子慢慢的水排掉，他才会好。你看现在他动了，头竖起来，来，再竖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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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长在跟他说的时候都在加持，所以你们在听我讲啊，你们都得到加持。大家说空调这么热，你们空调这么冷，你们热不热？好了，不要讲了。那我的总共的应该多少？总共要又是上千张，有的念了。我看你1080张，先好好的念，好吗？多度几个人帮你一起念，否则你是念不了的。我有开始每天放生。放生啊？哦，放生有的放，至少5万条。5万条鱼。好吧，你放心了，我看到你的经济还过得去。哎呀，厉害吧？明白了吧？好了。起来了吗？可以看看我的家里吗？你的家里啊？因为家里还没有供养佛台，我想要供养一个。赶快啦，供佛台啦！家里弄得这么漂亮，你家的窗帘都是绣的，折起来的，折叠的，对不对呀、啊？
对。要不要采访看看你家保险箱放在哪里啊？免了。好了，赶快起来吧啊！好。哎，小孩子可怜啊，真的有灵性在身上，孩子真的很可怜，明白吗？这么小。其实他这个三刀不开的话呢，如果早点修心念经，灵性跑掉，他不开，你知道他开刀的时候灵性会跟他斗的，灵性不开心嘛，所以很多医生很容易惹灵性。